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金柱专业。今天干什么嘞？今天就是我们在 KTR 要换油封，换引擎的三颗油封。好，那就是那我们先来示范这个打档杆这个、啊。哦，不要了，先副走这个好了。这个，那我们换油封，应该是副有买。有吧？是这个吗？拆下来比比看。九，直接亮。那个它拆了就没办法复原。啊，是啊。对对对。破坏性的。破坏性的，对对对。等一下。很像是哦，对不对？还是小一点，是比较小啊。这个更小吧？这个是最大颗的，应该是。那应该就是这个、啊，没错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好，那么换油封的工具啊、哦，但呢、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这就是这油封拉拔器，我们就是这样，这个尖尖的嘛。哦，我们就像这样，刺进去，刺不进去啊。那这样子，会不会？这样，真的刺不进去。要刺哪里？刺到它肉上，然后进去这样拉出来。哦，你要整个把它橡胶吃下去哦。嗯。那这个橡胶已经老掉硬掉了。交给我了，先知道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那就靠你的、哦。我用铁锤敲进去啊。应该也可以吧。等一下，这个真的是橡胶吗？吃不到肉里了。嗯。不要弄到那根轴。case 外边也不要。敲进去吧。那敲进去吧。胶锤。拿胶锤来敲。骗人是不是？再来再来，快！刺出去了。反正这已经头已经洗完了，这一定要拆下来了。嗯？嗯？这里面是铁的。对啊。它是圈铁的，那是要连铁一起出来吗？还是怎样？它是一起的。那这个要怎么抠下去？这个要合则合。它铁是那个、啊，那个弹簧而已啊。嗯？不是啊，那这根要怎么插得进去那个铁里？那就要换我，帮你敲一个洞，就里面一圈弹簧而已、啊。不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把它抠，它那个是有个金属的。
手小心。就敲到摄影机吗？应该不是。快出来啦！摄影机被敲爆了。真假的？嘿嘿嘿，别又缝了呢。真的是很烂呢。你看一下。嗯，你看这里面是金属的、啊，你看，那个皮只有一点点而已，这下面是金属啊。先拆采发杆。对。有没有那个十号？会很难拆吗？哇，拆就是太薄了。嗯。要抽出来，有啥抽出来？加把劲！来啦！我螺丝帮他拿了。可以啊，这里。螺丝。怎么歪歪的？螺丝弯掉了。被踩弯了，正常，这里、啊、是被踩弯了，肯定是了，但肯定不是我弄的。这样你是去哪里找到这种工具的、啊？网路上。它有使用说明吗？它就是刺进去拔出来，但是这个已经硬掉了。我刚刚刺下去，那个皮下面是金属的、啊，它怎么刺得下去？要不要使用万恶的 WD-40？ 干坏了。它下面是金属的啦，快出来！你看这个下面是金属的，你看这里都是金属，把它挖出来啊！是金属的，所以你刺会直接刺到金属上。不然就是这个是早期的那种。怪怪材质的油封，有拿出来一点。我觉得你很危险。好难弄啊。嗯。小心哦。下面快出来！好了。
弹簧啊，没学到。咦？上面有写字 ，SC20。三四。三四七嘛。一七，然后七还是一七？七。对，那没错。你刚刚是没错的。还不清楚了。哦 ，SC20347，然后208。OK，OK。OK。OK 啦。OK 啦。来，串上堆积，把下面也抠出来。我先一个换一个好了。为什么？不怕累啊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快，一次做同样的事情。嗯，可是我要找一样的，我要找不一样的套筒。不一样的套筒。对啊。哦，但是你一次拆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收掉了。等我一下。差不多诶。那下面那个，我再比一下，下面这个先不好比。最小的。可是没那么长。没那么长。哦，嗯。对，没错，只能慢慢压了。嗯，小铁锤敲回去，好，乘胜追击，继续拆这一颗。啊，先干进去是不是？嗯。啊。真的不好干的。对啊，这样敲的，用敲的也不好敲。机油流出来了。会不会那边被我们直接烤爆？有可能。好，出来了。一爆喷机油哎。下面，下面，下面继续烤就出来了。对 ，OK。好饿哦，好想吐哦。为什么？太饿了吧，这鸡油。太好了，这是鸡油而已。啊，这个，这是哪一颗？最小的，这应该是最小的。哇，这两颗不一样，很像哦。哎，看数字。看上面写什么？嗯，6020602。来。14287。等一下。一四二八七。对，然后什么什么10602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边。它有六号吧？那应该是这颗吧，上面应该会写、嗯。上面是他吊号的。对啊，吊号是他们光阳的吊号、哦。嗯，都是烂的。是不是这个？好像是这个、哦。看字就知道了。K O K， 哎，14287，那那个写什么？16287，那没错，那就是这个了，14287。孔径是一样的吗？14287啊，应该是。好，那那个膜布，好，擦干净。这里漏油了。哪里？这里。应该不是我弄的吧？是干嘛？14287。来、啊、上之前，老规矩。老规矩。上点稀油啊。没错、啊。上点 KY。KY 不是稀油，你有知道 ？KY 不是啊。KY 是水溶性的吧？
自己也都还没换呢。你就不换啦、啊，又没有漏油，干嘛换？对啊，你知道车主就想换，有毛病。像你跟他讲，又没有漏油，干嘛换？没有，我说你的、啊，他的不是已经漏油了吗？这就是大力金刚子啊！没错，还没进去，笑死了。来，都是用敲的。你说的，这样好。啊，算了，这样好了。算了，这样好了。好，这样啊、哦。这角度真是很不好。很不好敲。漂亮，合作不见，稳定。嗯 ，OK， 好，差不多进去了 ，OK。好，再换这个，啊，好，一样，我们这边再抹点汽油，啊，让它湿落一下，哈，干冰老师。小朋友在外面吵啊！最好是你会砍拖。小朋友在那边吵。啊，这个、哦、就这样一样的套上去啊。啊。接着拿起我们的这个套筒。哎，这几号的？我们看一下。24号的。啊。这样敲。中指会长掉、啊。会。辛苦呢。抖呢抖呢，快点抖呢啦！哎、欸，就要走了。这样是可以的意思吧？啊，那是可以的意思吗？各位。各位。应该是没有再进去了吧？嗯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我给过、啊。给过啊。嗯。好，还有另外一边。嗯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先装起来好了。哦，就像打挡兵好脆哦。嗯，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啦，本来就这么脆的。本来就这样。很欺负人啊。空档了没？哦，空档了。空档。OK。好，换另外一边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换左边。啊、哦，左边这个，哎呦，左边这个采发杆的油封，来吧。好，12号的哈，打不动。啊啊、我是压着，然后转过来。压着，然后转过来，不行。那边就有了，不是吗？那个。不用提杆。Spanner。
对对对，那个那个，这根都可以装引擎了，谢谢学长。你确定吗？嗯。全部都能装？我不信。差不多吧。不行。有些地方这个不能。但是天柱的螺丝就是用它的。卡住了，这个会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采发杆拆下来哈，你要记得角度哦。角度，我怎么记得住？我记住了，跟这个一样。啊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吗？跟这个一样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你等一下这个采发杆装回去的时候。对啊，它就螺丝跟这个角度一样。没有，那个螺丝不会变啊。哦，你是说？会啊。哦，会。螺丝怎么会变？想骗我？继续。很考验我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开了我就可以用这个了。嗯，没错。画面好难抓啊。你用心啊。OK。哦，那这样就拔下来了。丢旁边。好的，哎呦，脏哦这根，假设说，好脏哦，被弄弯的，好好的一根都被天虹弄弯了，干弯，都锤了。那边，我插进去了，我就觉得挖出来，挖拉出来，哦，又要一次成功哎！会不会啊？强哦！你是轴承 master， 不对，油封 master。拆油封就是这么简单。A piece of shit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。臭掉的油封。好，看一下上面的字啊。上面写什么？烂掉看不出来是不是？没错。好，那就不用看了。16287。哦，那对了。16287。16287。再看一次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。16287 ，OK， 没问题。OK， 16287。好。要不要抹点吸油干上去？好吧。怎么抹了？抹吸油啊。推进去，跟其他科一样。好紧哦！然后有字的朝外，啊，大力金刚石。你这油封 master 是都不用工具辅助就可以把油封压入的啊？不行，这里不行。看一下啊！不行不行。用敲的吧。我们准备一根梯杆，要平均敲，不然它另外一边就会翘起来。又打坏了。小心！
没有这么大的套头，这里没有那么长，哎、欸，有，欸、这边也可以啊。对啊，这边可以，你去哪？我一打那个，它就会打到旁边的壳啊。我猜，我猜17，我猜16。他不是16/87吗？哎，对，建局长。对啊，那你还猜17？你不是皮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那是28，不是啊。嗯。这个不够长啊，不够，不够那个了、啊。嗯，它应该是内径吧。不够深啊。不够深哈、哦。那还是只能用这个慢慢敲啦。嗯。可是它那个有点粗啊，长一点之后就是比较好一点。那就细一点。因为我这样敲下去就敲到那个壳外面的壳。听得到？听到了。我不知道兄弟。但是那时候是看是平就好了哈。好了，这已经差不多了，跟外面都已经，嗯，你看说，看一下，完美，嗯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、啊，不愧是油封 master 啊、嗯，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把这个采发杆再装回去，就大功告成啦。好的。滴答滴滴答滴，看看角度嘛，差不多这样。就插进去啊。嗯，确定是这样吗？不能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嗯，那继续啊。但是你说，确定是哪样不对？没有，我只是询问而已。你说角度吗？还是装法？还是角度啦？角度不是说跟这个差不多角度？那就上吧，来吧。这个差一点点还好吧？还好了。敲锤敲。嗯，看不对。再一次。好强啊！再下来一点点。我怎么那么浅啊？金兄，你就是猜的而已。大概这样子。我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哎，没错。好嘞。以上就是不专业为我们施工。我不是。哦。啊，那帮我拍一下我，我也想录镜。不行。啊，对啊，我不要、啊，我现在这样就好了。不行，你不用录镜。好。那以上就是为各位介绍如何更换这个 KTR 的油封。哦，拜拜喽。门掉虾了，快掉虾了，听我指导。好，掉虾了，去钓虾场修车啦。好，我带他骑进钓虾池了。好，好，收到，没有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帮你扛下去。嗯。